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只从今日乃至明传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只从今日乃至明传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只从今日乃至明传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请睇《大经科注》第915页倒数第二行，科判贵二，劝他当醒。经文分三段，第一段生死故暖，请睇经文：更相占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故恋。呢段经文唔难懂，但系绝对唔好疏忽。点解啊？如果疏忽咗，冇注意到，好容易造成往生净土嘅障碍。我哋想到呢度，就知道经文字字句句都好重要。咁讲唔知唔得噶，请睇念老嘅注解。殊不知生死之事，必自见之。父子、兄弟、夫妇，死别之时，互相哭泣，无得免者。念老下面同我哋讲嘅，为我哋开示世人如痴贪爱，呢种系以前嘅社会，而家人同人嘅关系非常淡薄。我哋见到、听到电视里头亦时时有报道，夫妻真嘅好儿戏，结婚
唔到两个月离婚啦，咁唔系儿戏咩？嗰种恩情义都冇啦。人真叫糊涂，道所以言处非常可悲。父子，前面我哋读过，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语者，庶无怪也。呢四句话要熟记喺心头。呢个世间嘅日子唔好过，挫折日日有，要点对待佢？呢四句话读一次，心平气和，冇人教，中国有5000年历史，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从哪里来的？从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受过教育，教育唔单止净系包括读书，唔读书佢亦受到良好嘅教育。点解呀？古老嘅社会，每个人由细思想言行都受过最好的熏陶。未读过书冇所谓，你睇你屋企嘅父母、祖父母、叔叔伯伯嗰家人，日常生活中你就学到啦。佢哋都将经书道嘅教训落实喺生活做到啦。我呢个年纪沾到啲边，嗰阵时民国建国16年，亦即系话我哋将传统教育抌咗16年啦。但是社会风气仲喺度，我哋喺嗰种环境风气熏陶之下出世成长，见到啦，见到父慈子孝，见到兄友弟恭，见到夫妇和合，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佢唔系学校教嘅，呢啲日常生活中见到嘅，每个人都系榜样。呢种风气到几时冇啦？抗战时期仲有，胜利之后冇啦。亦再睇唔到啦。
人同人嗰种情谊冇咗啦。我呢一代仲知道师徒如父子，我对老师对老师的夫人心目中同父母冇差别，老师的仔女同我哋亲兄弟冇差别，而家揾唔到啦。而家呢个社会普遍睇唔到啦，极少数亦唔容易遇到。好难得呢种叫世风日下，善良嘅风俗习惯喺呢个时代断绝咗啦。而家呢个世界社会吹嘅系西洋风，向西方人学习，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反，呢种日子点过？唔读书，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毫无所知，见到而家嘅风气同西方冇差别，完全学过嚟啦。人情，以前有句话讲，人情如纸，张张薄。仲有，而家张张冇啦，一张都搵唔到。而家人同人之间乜嘢关系？利害关系就两个字，唔系利嘅结合就系害嘅结合。学佛人真正读经、读圣贤书，可以在书度找到，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里头找不到。但是学识伦理道德，明白因果教育，虽然世风败坏啦，我哋仲认真努力去学，将伦理道德做出嚟，唔蚀底，唔会上当。我哋相信因果，蚀底上当咁系还债。过去生中我同佢来往，我占着数佢蚀底，今生遇到啦，佢占着数我蚀底，一步还一步就了咗，
绝对唔好怪佢。教育至少我哋等咗五代啦，二十年算一代，五代系一百年，冇人教。我呢种年纪，虽冇人教，仲见到。细个时候见到，如果由细见到，就好认真咁学，一直到而家仲未抌咗，嗰个人有福报。福报从边度嚟嘅？比古人比唔上，比现代人好。仲有啲良心，善嘅念头比唔善嘅念头多，讲话讲好话比讲坏话嘅人亦多，身体做好事比做坏事嘅亦多，咁就好啦。做到纯净纯善，咁咪修行人，咁咪有功夫嘅人，冇功夫嘅人做唔到。修行一定要记住，呢两个字真正嘅意义，修是修正，是修理，行是错误的行为，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思想是意业行为，不善言语口业的行为，动作是身业的行为，身与意三业行为不正，行为错误，将它修正过来叫修行。人生在世，如果有个目标，如果有个方向，佢呢一生会好快乐。如果冇目标冇方向，盲目喺大海度漂泊，心唔踏实，疑虑好多，冇安全感，这个人世间是个大海，风气是波浪，你能有立足之处吗？你能不漂泊吗？做不到。做中国人，而家讲仲要好幸运，能遇到古圣先贤嘅教诲。佢里头同我哋讲人生嘅方向、人生嘅目标、人生嘅意义，你好好去学，好好去读。点解要去学？点解要去读？你有呢种机会、时间去读诵、去学习，咁就系接受古圣先贤嘅教育。
你行的路是圣贤的路，你的目标是成圣成贤。成圣成贤和地位无关系，和财富无关系。你这一生确实能得到幸福快乐，就是古人讲的修身。这个身包括口，包括意，就是身口意三业，没有过失。你几快乐，你几幸福，确实夫子的一句话，第一句话《论语》，学而时习之。从古圣先贤那里学来，习是点呢？落实了，落实在我心里头，就是纯正的思想。善念在念头上，存好心，你才会讲好话，你才会行好事，那就做好人了。做好人，夫子讲的，不亦说乎？真正做好人，好人快乐，好人无忧虑，好人无烦恼，好人无怨恨，好人无嫉妒。他快乐，就算是乞衣，他亦会非常快乐。他没有地位，他没有财富，乞衣过生活快乐。有真快乐的。早年我们在台中学佛，跟你老师，老师讲了一只古仔，我忘记了，姓名不记得了，有名有姓，而且就是民国初年的人，是个黑食的乞衣。个仔经商做生意发咗财，有好多人话佢：你啲仔女，你爸爸喺外面乞食，你有咁多财富唔知供养爸爸，话佢不孝。佢派咗好多人周围去揾，将爸爸揾翻嚟啦。找回来在屋企供养他食住，仲有人侍候添。他爸爸在屋企住了一个月，当人哋冇防备的时候，他又走了啦，又走去乞食。乜嘢原因？快乐啊！每日游山玩水，心里头一啲牵挂都冇，快乐。李老师当时将呢件事情讲俾我哋听，我能感受到
所以人生活在世间要什么？要快乐，要幸福。贫贱有贫贱的快乐，富贵有富贵的快乐。人都无求，品自高，对这个世间无希求，随缘度日，逍遥自在。咁唔系有钱买得到嘅。呢种系咩？清净心。圣贤嘅品德，佢通通具足。夫子嘅温良恭俭让，乞衣做到啦。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乜嘢都能让，一生心里头冇怨恨，冇冤亲债主，全都化咗啦。他怎会不快乐？他在家庭度感化一家，家庭有个圣贤人，好模样，日久天长，个个人都学识了。贪嗔痴放下啦，仁义礼智信落实啦，佢点会唔快乐？佛菩萨、阿罗汉点解出家？出家如果苦，边个愿意做？冇人做，出家一定快乐。真乐，佢唔系假乐，发起充满。他每日用真诚心，他没有必要呃人，他样样放下了。你有贪嗔痴，他没有贪嗔痴，你有共高我慢，他没有共高我慢。处事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他需要的就跟出家人一样，一拨饭而已。你用金银财宝布施给他，他不要，他跟你说那些没用，天冷唔当得衫着，肚饿唔当得饭食，要佢做咩？所以连乞衣亦能将圣贤大道落实喺自己生活上，诚圣诚贤，同社会做出最好的榜样，他才能教学。积功累德，
圣贤人有地位，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有财富，一生无论从事边一行，行菩萨道，快乐啊！菩萨救苦救难，最重要的救苦救难点救法，最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方法，办学。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武训，从前小学教科书都有，而家大概冇啦。以前有，我哋读小学嘅时候有读过武训嗰篇教科书，叫化子。人哋供养佢嘅钱，佢攞嚟办学校，请啲有道德、有学问嘅人嚟教书。佢自己冇受过教育，所以沦落到做乞衣。乞衣亦要兴学，亦要办学校，自己冇能力教，有能力教嘅人去跪喺佢门口度长跪，求佢出嚟，感动人。一个乞衣唔系第样，为下一代着想，你话佢几伟大？嗰啲富有人家都俾佢感动，唔止办一间，乞衣亦能做圣人。孔老夫子一生办学，武训亦能做到。夫子是自己教，武训是请人教，真诚恭敬心去礼请。每个老师都负责任，都将那些小路仔教好。唔容易啊！人喺世间头等大事，就系知道有生有死。呢段经文就同我哋讲呢个信息，任何一个人冇办法避免的生死之事，必自见之。你亲身去体会父子兄弟夫妇死别之时，互相哭泣，边个能避免？冇一个。念老注解道同我哋讲，世人如痴贪爱，不知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花，误为实有。呢段系一段将呢个世间睇错咗啦。而家科学家同我哋讲，我哋六根所见到嘅境界，眼见色，耳闻性，鼻嗅香，舌尝味，
身体的角足，第六意识的起心动念，六根在六尘境界上造业。为什么造业迷了？为什么说他迷了？他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是假的，六根自身亦是假的，亦不是真的，很难懂。为什么会是假的？明明是真的东西，为什么会是假的？难答。现在量子力学家跟我们讲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我们就用电视做比喻，大家容易懂。我们将电视荧幕打开，电充得好足，荧幕放光了，再将频道打开，画面出现了，有声有色，眼睇得清楚，耳听得清楚。你要知道那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几长，就是它的命运。那大家都知道，现在电视的画面一秒钟一百次，换了一百次，也就是说它存在在荧幕上的时间只有百分之一秒。你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百分之一秒里面绝对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张张不同。那我们看那个框仔好像没有变化，是相同的，对。但是我们这间大房里面就不同了，有明有暗，有明的你看到，暗的你看不到，不同的。再扩大到我们住的这个小镇，再扩大我们住的这个城市，再扩大到地球，绝对找不到两个画面相同。所以你将它放大就明白了，就知道这件事佛在经常讲的梦幻泡影，金刚经道的话没有讲错。现在量子力学家将佛这句话证明了，佛经常有，菩萨处胎经，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凡夫动了个念头，我们动个念头，那个念头里面有几个细念，就好像
电视荧幕咁。有几多个微细嘅念头，微细嘅画面，组成现前我哋能感觉到嘅画面。微细嘅冇感觉，但系佢有，佢系呢啲色相嘅根本。佛问呢句话问得好，一念打个妄想，一念佢里头有几念，有几多个微细念头，有几相，相系物质现象，有几色，色就系八色五十一心所。弥勒菩萨回答得好，一坛子时间好短，有几多个念头？32亿8000念，单位是百千，百千就是100000，32亿乘100000。我哋将佢乘出嚟，答案系320兆，唔系320万，唔系320亿，系320兆，亦即系说明物质现象，我哋嘅念头嘅现象，通通冇离开。2240兆分之一秒，一秒钟佢生微几多次，嗰啲画面换咗几多个，一秒钟换咗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2240兆个画面。哪个画面是自己？如果说都是，那这个我就太多了。一秒钟里面出现2240兆个我，出现我这个身体，2240兆个身体，每个身体都是我，那我太多了。那如果不是我，不是我是什么？佛的答复，梦幻泡影，你怎可以将它当真？全无的，哪个知道？佛知道，佛身菩萨知道，三贤菩萨不知道，佛身菩萨知道，佛身菩萨开悟了，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种人知道。无名未破，你唔知道。好似我哋未破无名，我哋呢个知道系听佛讲嘅，听菩萨讲嘅，听祖师大德讲嘅。我未证得嗰种境界，我哋确确实实。如此贪爱，六道凡夫唔知世间万物都系幻梦空化，唔为实有，
误会啊，天大的误会。我们在它里头是什么？真的是发着梦。梦你容易懂，你有做梦的经验。我们睁开眼是在发梦，对真相一无所知，还在它里头争名夺利，做恶业。明白了，布施供养做善业，恶业来世三恶道，善业来世三善道，出唔到六道轮回。六道里头嘅苦够你受啦。点好？所以学佛第一个目的是要离开六道轮回。你在佛陀间学校度小学毕业啦，在佛法里头名词叫正阿罗汉果。你超越六道轮回啦，要真做。你如果不超越六道轮回，你就错了。我们遇到的法门无比殊胜，它是无量劫修来的。这种缘分你遇不到，你遇到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信愿持名一直念下去，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就。这才啱的。真正觉悟啦，你一生一定掌握，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咁就要超越六道，唔单止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六道从边度嚟嘅？执着嚟嘅。十法界从边度嚟嘅？分别嚟嘅。我哋喺一切法里头，唔分别，唔执着，样样都明白智慧，知道一切法尚有体模。即空即有，非空非有，是它的真相。那些现象从哪里来的？全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变法界、虚空界是自性变现的。慧能大师讲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体的宇宙。自性变现的，自性在哪里？自性无处不在，自性无时不在，自性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电视荧幕一样，它永远存在。变化，变化是频道里面的色相、音性，这些它会变，荧幕不变，荧幕亦不是真的。一定要老老实实认识真的是什么？真的就是自性，能变能生，
这个自性是真的，唯一是真的。它所现的都是生灭法。自自然然出现的是十部庄严土。真正的落世界但是迷失了自性这种境界就没有了出现什么境界将十部土变成方便土我们通常讲大乘讲变成四乘法界将十部庄严土变成四乘法界十法界里面四乘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迷得更深的就变成六道轮回十法界下面是六道六道众生可怜六道众生苦没出头的日子四乘法界的人好他们有出头的日子他们自己知道依照佛法的方法去修行自自然然他就超越了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在净土里头称为常寂光常不生不灭这种叫常寂清净寂灭它里面乜嘢都冇它能现相所现嘅相唔讲得有咁先叫真相十部庄严土里面现的相都不讲得有何况我们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个相更是假相所以你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些现象现前马上就照见了假的不是真的那就对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你就照见了照见点呢你就不摆在心度了好解脱了不摆在心度假的你摆在心度错了咁唔知唔得㗎